这一次是这一次的海报，各位有一个惊喜，一二三，三张红卡还五星的哦，然后三军终于出来了，各位。还有这个啊，这次注意哦，这次有加防伪机制，可能大家实际拿到卡片的时候才能发现看清楚到底哪里不一样哦，真的很特别。然后海报呢，就是官方之前公告的一个电步赛极冻鸟的一个分享事项，所以各位记得赶快去留言以及分享哦。到3月22号结束哦，还有3月22三创有大型的体验活动，记得去参加哦，连续5天。好，就这样，我们等一下再进去看整个完整的图库。好，各位，这是我们这一次的卡表，总共有9张五星。可是呢，各位往下看的时候，各位可以慢慢的往下看，4星的部分有我们的连击系列。再往下呢，哇，各位不得了了，刚刚的封面有所谓的3张五星红卡，真的是很厉害。对，我们这一次的电铺赛，谁？极冻鸟嘛，最特别的出现喽，已经不是黑阿尔了，是黑基戈尔德哦。终于换了，你看一下他的奖状，非常的漂亮啊。对，大家这次就比赛应该会真的很夸张，对，大家应该很用力、很努力的打。各位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何时有人可以突破个30万分？哎，猫马来突破个10000分以下看看，加油！一刻突破，一刻突破，一刻突破，你要坐那边吗？蛮去带头，带头。好，按下去。第二点是带头。第六回合，哇！哇！没有发亮哎、欸！吓到了，吓到了，吓到了，吓到了！又激动，你的心里心里无预期的，对，你蹲了，你蹲了。好，原地吧，原地。然后我们这一次，我们先用我们的主打，就是我们的超梦，超梦。哇，现象啊，各位！结果是什么呢？好，哎，美女，皮卡丘，皮卡丘买下来，皮卡丘买下。然后那个，对，高高头，皮神，高头下来。迷你 Q， 迷你 Q 拉提卡，对，是我们的拉提卡。拉提卡可以用来定还是？这次惊喜不断，惊喜不断，好爽！好，好，好！哇哇，卧龙，这是插分拉提卡，原地哇，两只都是火属性的宝可，岩石，岩石，这两没有，那边几手。我们用连击，好，先用连击试试看。对，我们先讲一下，据说连击它是三，水是有用。对，那据说它会自动挑技，是真的假的？我看一下，我们到底造型是以草的为主，还是以水的为主？好，再试。那我哦，一人一边，一人一边，嘿，感情不会散。哦，所以这一次到底是什么的属性的技能呢？好，加能的水炮。好，再来，再来是植物三宝，三宝植物。哇哦！
好像变，怎么变得好像越来越不好？哎，马马虎虎，哎，这个好，这马马虎虎特别。它水系其实有克，我们草系是没克，可是会变成是马马虎虎。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妙蛙花在前面的关系？有可能，有可能。好，没关系。OK， 没问题。好，我们进攻。可以扣两千哦。对，哇，五十哎，厉害！哇，我要谁先丢？谁想要先推？我先。你啊，好，没问题。推个 Master Ball， 如何？前辈，前辈，前辈是吧？啊，没有，没有。哦哦，来，这是我们的精灵球，精灵球，重，哇哇！你要什么？选什么？自己选，选一下。这一只。好，按下去。来，算了。我们要来测试一下。再配这两只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哇！是吧？我们的球球。哎呀，哎呀。不够，也行呀，很爽。哎，不错嘞。要喷火龙。要喷火龙吗？今天好多喷火龙。感觉没有，我刚好多头。爸爸，我今天运气好好，今天运气真爽。啊，冲锋！冲锋喷火龙，是不是啊？等一下，我们还是有机会玩一下我们的冲锋喷火龙。Yes。各位，我们刚刚下了喷火龙，对不对？我们拿一弹的喷火龙，以及这一次的喷火龙。等一下，我们看一下画面到底是什么，好不好？各位，到底是不是同一张卡？有比雕，我的最爱。啊！有了，我们的月神。第二只。好，可以，没关系，按下去。来，等一下，看一下，等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机会。看个画面。来，我们的哦，它是一样的卡夹，它是一样的卡夹，没有关系。我们来试一下新的，好看一下。我用啥用？各位，左边就是我们这一弹的一个超号武打神兽，对，右边是我们块头下的神兽，对，这个无意间，看一下这些技能，好，一样是无意冲击，对，但是讲一下，它其实这一次卡有做一个所谓的防卫，防卫，对，所以真的还不错。我看一下，来吧，我们看一下这一次，哦，狂风攻击，对，哇，好，两个妖精来了，来喽，哦，达到了，达到了，哦，成功 ，yes， 来喽。这个好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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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帅！完，我们这一次超梦本身的技能应该是幽灵系的技能，对，是吧？超梦系，超梦系啊！哎，幽灵哎，换了！你刚才怎么都没在看？没注意嘛？对，那你就写了。哦，文祥平的机会来，文祥平，加油！加油！到底是什么球？竟然有大师球，我们来看是什么球。大师球，超级球，真的拿对了，我拿对了，我拿对了，你要手上很多颗球，我等下你再拿。我希望是这一颗，那是你来，给个面子呗。哦，和啊！加赛，哦。高
两个小朋友很努力的祈祷，没有，一，二，三，难道是？还有嘞，有没有？我来，行、哦，是我，是我来，来。我们两个一人一次，摆不过我的。哇，双要害啊，各位！结果是，等一下是哪一只先攻？假二人蛙，放我啊！这一只是 Lucky 卡，哦，闪避。还有一只阿尔，这一只飞那么多的时候，飞了5个，没死，哇，要害，收掉，加油，收了，该收尾了，走啊，收尾时间，哇，51-50，我们的莫姆军非常的厉害，这个画面。不太一样哎，之前对不对？之前不一样，开始了，开始喽！你要推手，换你，换你，好，轮流，好，来轮流，来，姐姐加油，加油！我猜一下，你要推什么球？高级好不好？高级大师球，第二名球，金晶球，猜一颗，没关系，我觉得再看一下有没有可能真金银球，真金银球之力会有吗？真金银球，有没有？不然我们这里就很惨。我们可以下得下枫叶神圣吗？快草喷吧！草喷！大哥不要发亮！哎呀，可以到，下这一盘。来哟。没有，没关系。哇，你们喜欢谁？第一个，看有没有颜色。谁不抓的？有月亮，又是谁？到底有谁？草帽吗？草帽，我们草帽大虎啊！哦 ，Lucky 卡，炎帝。好，我们换一下阵容，感觉怎么样？大家都来后面。等一下，我们做一件事情。如果喷火龙先到，我们不要按，我们不要按冲锋。对，我们用火焰龟按冲锋，看一下我们的炎帝到底有没有是所谓的效果超级。你刚刚是玛卡还是什么？对，我来验证一下这个东西。先是超能力系的攻击，然后等一下就变幽灵。所以这一次其实它是互换，而且这个属性有点可怕。为什么？幽灵克超能，超能也克幽灵。哇，这个双向互克，白哪一只都有一点难度。哦，我先，水箭龟。好，这次我们就按下冲锋炎击，这要按对喽。我们看一下右边到底会不会效果超群。来，各位，来见真章。还是马马虎虎，可是还很多啊。随便派谁？看随便，不然你派超梦啊，超梦打超梦，超梦打超梦，我们来双眼挤。好，另外一只朱戒，你要摆一下这一次前面的随便一张卡。不要，啊，朱戒加油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朱戒有没有什么变化？有，朱戒有变化了。而且结果朱戒太大力了。我喜欢的猪界也变化了，对，我们的猪界多了好几只没有看过，而且有御三家以外的毛可梦，对不对？按好，按下去，我来，哦，前一手快，哎，这个手速，哦，我到了，哎，
再次强调哈，这是按钮会按得很凶哈。哎，对，请大家轻轻的按。没错，等一下，我觉得我们可以试一个东西耶，冲一样按冲，我们什么都不按，看一下会帮你。哦，好啊，我们来试一次好不好？等一下。好。好，来换谁？换你，换我，换姐姐，好，换姐姐，不是换你吗？盖住我，好好好，盖住我，加油，我们前辈，好不好？前辈，金银球，差了0.5秒，没有关系，没关系，自我计算，一，二，哎，二六，没有，哎呀，我都给你喷。加赛机会，当然是超梦啊！对，一定是超梦。草花来过，草花，草花，草花，出现了吗？草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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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哥，哎呀！我以为会有那一道光，妙花。哎，等一下，那个连击不按哦，连击等一下不按哦，我们要看会不会成功。断连击。就是那个冲锋，冲锋，又是你，又是他。这时候我们要不用急，不用急，去看我们的超梦，来吧，加油！要准备奋力一击喽，各位。我们这一次要带给大家一个不太一样的惊喜。要按到那个 W， 然后你要看那个有没有按上去。没有看有按不按它会。然后看他会不会自己按上去。对对对对对，他没有按上去会不会怎么样？赶快按掉吧。好，再来，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要做。哎，各位摆个 pose。耶，哎，他还是会慢慢有。他会慢慢的。不用了，不要按了，不要按，不要按，不要按，就我们就慢慢跑。对，没错。会成功吗？哦，是有的，还是有，所以它是一个强制使用的一个技能，对，所以除非在我们按下它，要不然就是一定会触发这个技能。换谁？好，各位换谁？姐姐加油，加油 ！Master Ball， 推一下，前辈来一下，前辈来一下，要不然自己手推也可以。前辈，哎呀，我三次都推。等一下，来看一下，两颗，哎呀，两颗就飞了。好，三星买下来。大潮。来吧，那我们四星回复，四星回复 ，I like， 好，按下去 ，I like her，OK，、okay、他有冲锋连击哦，超多哎，他是有特定的排列顺序，还是他们全部都可以配在一起，都可以。哦，甲贺龙花，哇，大鼻鸟，你要用谁呢？面包。好，你好。好，哦，要推球了，推球了。神圣的一球，加油！神圣的一球出现吧，前辈。精灵球，跟我的手呢？我们今天推了蛮多精灵球，精灵球，对，这位球球先生，三，二，又飞了，加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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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是毛麻，我是德荣爹，这位是
好了，我们今天 Rush One 体验会结束了，那我们的影片大概就到这边。想知道我们打几张卡吗？想知道我们总共下了多少卡吗？记得看一下我们的开箱影片，我们还会再一次三个人联合开箱。好，那就这样子哦，大家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